这个球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，落地是那只安打，斯莱稍微好转回到本垒得分。这两队呢是战成了3-3平手，兄弟象队在四局上半呢也创造了一个大局。这双方呢是3-3形成了平手，张志豪的这支安打送回了在垒上的跑者黄世豪。我这一局恰恰的上垒之后，然后周思齐的保送，接下来郭建宇的那一个牺牲触击蛮成功的推进的效果。最主要是前面没有安打，而且都被三振的黄世豪。